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是 Fort Lowey Road， 这里面是这种小的瓦房，没有外面没有装饰的，也是挺好看，而且门口都有一个拱顶修建的建筑，门口有一个小灯，有一个信箱，建得很朴实啊，朴实无华。一家一户都是这种小砖房，他们的车停到了旁边，车得开进去才从后面停到后面吧。这片建筑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建筑，比较特殊。Spanish Villager Townhouse， 这是西班牙裔的一个村儿。啊，这西班牙裔村儿，这里面是有游泳池的，看一下，是有游泳池的，可以窥见一瞥游泳池，嗯，还是很漂亮的西班牙村儿。No paint allowed. Pool is open with.Sock distinct， 说是他这个已经开放了，但是他不让这个动物不行，你动物在这不行，不能进。这就是很有特色的个西班牙裔的社区。我们再来这边看看吧 ，Spanish Village。Townhouse， 一点点的，一家家的，有这种，这是 Townhouse 啊 ，Spanish Village， 木头，全是砖头堆起来的。这是砖墙，修的有建筑 ，Spanish village， 这里面也等于是个安静的小区啊。安安静静的小区。开花了，装的有防盗窗、防盗门，这一家装的有防盗门、防盗窗。说明还是存在一点安全隐患的。看上去很漂亮啊，这个把他的车停到这门前了，明天这个沙石地的，这挺好看，
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谢谢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这还是很美好啊。